家好，我是太极妹。今天和大家一起来练习的是杨氏54式传统太极剑。我们今天练习三个动作：黄蜂入洞、灵猫捕鼠、蜻蜓点水。三个动作都是往一点半的方位来进行。前面如果是12点，那就是右方的斜角。好，那我从昨天我们练到小灰星开始，小灰星是往7点半的方位前进。好，小灰星，虚步往点进，黄蜂入洞，左脚倒翻，往左转腰，右脚垫后，后足约3指高，重心右移，左脚脚跟内旋，剑成太阳剑，合抱。松化上左步，左弓步下刺，黄蜂入洞，灵猫捕鼠，重心前移，呈左腿一步，剑往仰角40度，松化落步，一个下刺，再一个往前的跳步，跳，往下刺，右弓步下刺，灵猫捕鼠，蜻蜓点水，后座拉回，再一个转正，往下刺。好，我从前面开始演练。起势，上步合剑，前身，上左步，呈左弓步。好，右手往前荡，左手的脉搏并右脚，重心落到右脚，转腰荡右手到肩膀高，左转腰松化呈肩坠肘，右手在耳旁上步。好，移重心，弓腿搂膝，后脚右手前指，三环套月，重心到右到左脚去，提左手，提右脚，耍剑坠，同时落步，回蹲，以歇步，右手肩直，往后直。3点钟和9点钟，我们的左手持剑，上剑刃上下。好，起身，左手合剑，接剑上左步，换太阳剑，往前平刺扣脚，大腿心，左转腰至7点半的位置，立剑。好，中阴剑。下劈，后撩，转剑，蹬剑，并步，右金鸡独立。7点半的方位，刺，燕子抄水，落步剑尖往下，压剑。好，呈左弓步，上刺，好，重心前移，7点半的方位，上右步，下刃先走，太阴剑，至10点半，收脚，上步弯，下刃先走，太阳剑，左右拦扫。定势到位，好，我们的高度剑大约在腰，左手的剑大概在额头高，外面呈圆形的弧形。好，小灰星后坐，左转腰劈剑，重心前移，上右步一个绷剑，上左步虚步一个下刺。黄蜂入洞，左脚倒翻，重心后移，左旋腰后扣脚尖，大约是3点钟。好，收左脚跟，呈太阳剑合抱，松胯上步，左弓步下刺剑，灵猫捕鼠，左独立步，右剑呈仰角45度。
好，落步，先一个下，往前跳，刺，好，后抽，蜻蜓点水转正，一个下刺，好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和太极美一起来练习传统剑。